天王盖地虎，豪言两米五宝塔，总要豪言长得高。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好，我是豪言，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一期 CF 一个解说视频啊，三天没发视频，有没有想人家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M4AES 啊 ，S 的一个音乐，就是一个迷彩 M4， 然后加一个这个音乐的一个版本的 M4 来打一波升华啊，这个是，当你看到这个素材的时候也是热乎乎的，因为它是刚出炉的啊，然后就是临时打的，因为这几天的话是这几天是回老家了一趟啊，然后视频就搁到那儿了，所以就没发。嗯，那么今天就来一波热血沸腾的刀物僵尸，然后今天的话，用了这个副武器的话是新春特别版啊，就和这个 M4S 银月的这个皮肤啊，还有这个刀啊，刀的话是用那个密银啊，他们这个三个武器的皮肤呢啊，就感觉就比较相似啊，就比较相似，所以说啊，就把一刀把这个终结者和这个笑红就给带上了戏。哎呀，这个有点尴尬，你看我的蛇皮小走位，哎呀，一个三连杀，一个四连杀就非常的漂亮哦。啊，所以说打手枪也是一门艺术，这边的话就不要触动于换子弹啊，直接啊拿出手枪扣就完事了，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是用这把三把武器的话，是因为它那个皮肤的颜色啊就特别相似啊，就特别相似，所以说今天用它来给大家撸一把。然后一个动刀见红啊，他这个小红肯定是死了嘛，是不是？你说你没勾他，一个前刀两个前刀，哎呀，划破了他的小头子，直接黑刷爆头。然后现在的话是二 v 九的一个小小的局面啊，我们上去之后呢玩一下喷泉，我们今天也玩当一下这个喷泉狗汪汪啊，也是当一下这个喷泉狗，也就跳了几下，然后时间也是到了，最后的话也是一个重刀就把这个女鬼给砍死了，有没有很厉害呢？哎呀，不行，骚的不行，骚的一匹，解说骚的一匹受不了自己。OK， 那么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圣化金字塔啊，来到熟悉的圣化金字塔，来到这张图的话就是我的天下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号的话也是，又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什么击杀图标啊，也是又买了一身什么什么击杀图标啊。然后这个武器的话是活动上可以领到的啊，大家去活动页面看一下就知道怎么领了，要分享一下，然后再怎么样就可以领到了。那么这边一个轻刀把这个终结者直接给干走了啊，把他干走之后，这把的话就没有终结者了，所以说这把的话打起来就比较好打了，是不是？但是不要急，看到这边的话是。好多好多小红啊，好多好多小红啊，好多好多小红，但是这个小红有点多，一个人肯定打不过来，先跑为敬。但是我们还是啊硬着头皮上去了，毕竟这个僵尸走了啊。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看一下这个情况，哎，一个小红，哇、哦、又出来一个小红，小红见小红两眼泪汪汪。看到这个小红过来呢，我们先把它打红，打红之后跳出屠龙，掏出密银屠龙干什么？刀塔，耶、哎！一个中刀，哎，一个近刀，两个近刀就把它划走了，是不是呢？哎呀，这小红在干啥呢？嚯，这边的话就先得把这个直接干死了，不把它干死不行，先把它打死，要不然的话这个、不好刀，因为离得我们太近了，这一个三杀没有掌握好，没有掌握好。准备看一下菊花是没有人，先把这个。能打几个打几个，现在的话就准备变我们那个幽灵乐手。哦哦哦哦，你来呀，你任你劈，我再上去，我不信你能过来弄我，真的是。嚯，你来了是不行吧，来吧宝贝儿。 OK， 也是就变了，因为有点酸这边啊，毕竟塔尔塔在的话其实不用变的哈，不过不要紧，时间到了。今天打起来的话比较轻松啊，这个打起来比较轻松啊。OK， 来到第二把的一个生化金字塔，看一下现在一个局面的话是，前面的僵尸也是比较多，我们乘胜追击，看能不能把这个女鬼给干一波啊，去偷偷的瞄他们一瞄啊，瞄他一瞄，哎，终结过来了，终结来了就跑了呗。你咋又跑了呢？你跟着我多好。
原来他从前面这个门出来了，可以啊，小伙有点意思哈。OK，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枪啊，这个 M41-S 这个银月这个枪的话，其实弹道什么的和 M4 没什么差别，再加上这个消音轨什么的，其实大家用一下就知道了，和普通的 M4 什么的真的没什么区别。但是和英雄级的黑龙、雷神、黑骑士，比的话就差的有点多了，那真的是差的有点多了。毕竟人家这个价格在这里，然后这个的话是这个火通顶，那肯定不一样的，是不是？那充过钱和不充钱一看就知道了。哎呀，女鬼别跑了，来吧宝贝儿。哎呀，这不就死了吗？是不是？你说你跑啥呢？别跑了，没用的。 OK， 哇，直接被大炮带走了。哇，这里的话就要小心，一个中弹嘿杀特直接爆跳啊，他可能我准备刀击一个，不过被这个刷分的干死了，因为 O3 啊他走了。我们准备去搞一搞一搞这个泥鬼啊，搞一搞他们吸精啊，他们吸精，别吸啦，下面给你吃，来来来，别吸了宝贝儿。哎呦，有点怂啊我。哎呀，不要急啊，看能不能把它搞定啊，我今天必须把它搞定，不过时间也是没多少秒呢，就把它搞定。过来，没上去，腿有点短。我说我的两条腿有点短，不是那什么条腿。那么这把的话也是没有打到这个女鬼，也是不甘心呐、真的是有点稍稍的遗憾，有点稍稍的遗憾。不过没关系啊，整体来说已经打得非常的 nice 了，是不是 ？OK， 脸上直接怼这个终结者啊，脸上怼的这个终结者，怼他，哎。怼他，怼就完事了，压好枪，压好枪。等这个终结者过来，他估计要从前面过来，是那个 fire 的后面。哎，终结被刀了，终结被刀，那这把刀僵尸岂不是就很完美了？哎，有个小红，先把他打红，打红掏出屠龙，我们直接干。不过好像差一点就被抓了，所以就逃回来了。我们先回来再说，先回来再说。然后最近的话也是每天啊都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啊两点都会在虎牙直播爱拍豪园，我们不见不散哦。哇，这个菊花弄我一下，小伙子啊，你真的是皮，你是真皮沙发。封个烟啊，往脚底下封个烟，然后可以变我们那个幽灵猎手。不过不要急啊，不过不要急，没用哦。不过不要急，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再撑一波，能撑多少撑一波。我打死了，应该不打死了。右边过来一个小红，千万不要上啊！打这个游戏要耳听啊，耳听六路，四天发八方啊，不怎么说来着？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眼观六路，四听八方，差不多意思都行了，是不是？然后也是变了一个这个幽灵猎手啊，这个老母体是干了我那么多血，不过他已经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代价。他应该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二 v 三，有机会，这把你这一分分钟跳过来时针，你跳过来时间，老子给你一刀，就问你服不服？我这个最近这个鼠标啊，滴滴噔滴噔响，估计是鼠标线有问题什么的，我得换个鼠标了啊！强烈大家玩 FPS 系列的游戏用 IUED， 因为这个鼠标 DPI 低。然后用的就稳的一批，收回。打不住僵尸，压不住枪，就是因为你的鼠标 DPS 快了，调整什么的，可以了解一下。OK 啊 ，OK，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把。OK，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把，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把，该说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说的，就是想你们了，也不撩你们了。来最后一把的话，把这个来前面。溜一波啊，溜一波，引一下僵尸的注意力啊！你不溜僵尸，僵尸没人找你啊，是不是啊？嚯，上面有个女鬼，是追着别人走，他能不能自己再捡几个人头？一定要自己再捡几个人头，对不对？哎，看到一个机会，不要急，看到一个机会。哎呀，枪法太准了，老是爆头。
平时掐花准也是个错，你想到僵尸你哭不好枪直接爆头。你看这边的话，哎呀哎呀哎呀宝贝儿别，哎呀一个中刀，哎呀水了兄弟，两个中刀，哎，还好第二下没水啊，没有马，要是马的话就干了个尬，是不是？丢一个斯米欧根包，是那个腰带。这边是稳住的话，赶紧往前面走，因为你没有防化符啊，然后没有套什么的。最后的四十秒钟，这把的话应该能刀几个僵尸，因为我有预感，后面肯定还有个僵尸来我让我来他刀。换了个斯泰尔是什么操作？好像后面没加僵尸。OK， 可以变我们那个幽灵的手，这把肯定满，对不对 ？OK， 那么今天的解说视频的话也到这里，解说有点骚气。骚的一批 ，OK， 那么喜欢记得加粉关注啊，然后我是浩源，下期见，拜拜，直播间等你哦。